抓的还蛮好的。这次没走挥棒落空，遭到三振，出局数是两好两坏。这球挥棒落空，遭到三振出局。哦，三振出局的话，这个球也是一个直插球的话，当然是坏球了啊、哦。感觉像挥棒落空，遭到三振，两好球，三坏球，三振出局。郑兆豪已经退场，三振出局。陶喆两好球，一坏球。蔡仲南面对陈志明的打击，这一球三振出局，拿下了完封胜的是蔡仲南，他不仅是成为本国籍投手，今年球季到目前为止拿下最多胜七胜，而且呢是第二位拿下完封胜的本国籍投手，是因为。